请收看《卫星世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风水的妙法包罗万象，易经的真理从古今到未来，所以真理妙法咱每个人本来就拢有诶，只是咱无法觉着而已。咱无得到好的因缘，所以咱为心中啊，几个先师妄想多做了，大慈大悲传真济真济的妙法。啊，咱伫走路找你买，无当买袂着，看袂着诶。所以咱啊，这个法门呢，易经风水命名观，在台湾电视台公司呢，我闹一年，我一定要讲到一万集。啊，一万集，马上开足些钱，马紧钱诶，我赚到有。但是妙法，我是对。咱上天天顶真济妙法，我也个弄空，好直直落来，弄空直落来，啊，这个是一神，啊，神乎大家，大家共同来接这个妙法。啊，前几工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提出一件真笑亏的代志，伊讲老师啊，我若去载物件载袂好人咧，足奇怪哦。我再去个人兜，我就带人兜戆戆坐了，啊，未晓要甲收钱。等我甲精神起来时啊，那安尼我才坐偌久啊？人要下班啊，慢哩要下班啊、哦，所以戆戆神神。我啊，我甲你卜卦卜看嘛咧。我你是不是你的办公位置咧？面头前风直墙，风直直咧墙。伊讲无咧，有一个抽风机啦，抽风机啊！我得多少钱呢？面头前窗仔门抽风机直直咧胖，像变数咧咧胖个共款。对啊，我动动只只咧，目睭都看到抽风机，所以动动戆去都戆神了呢。系什么原因？咱目睭看到眼。就是光明是光，啊！电风直直一直吹，直动呢。哦，迄、那个呢，内面了阴阳阴阳直直，迄个变成顺音。啊，顺音呢，会转入咱的脑海来，转入咱的心来，咱的心神煞会转稳定，煞转呢戆神呢。哦，我好，前一阵我都刷过来遐，刷差不多。这三年来，我钱拢赚袂了，阿叔干嘛做袂好事？原来就迄个，无论是风抽入来、抽出去，对咱人的目睭所看的，会让一种，一种白天，一种乱流的颠簸。所以各位，这就是嘛是风水呢？风水的妙法有够多。嘛，曾经咱有就信徒先生，啊，伊都人啊，我那有钱有赚到啊，啊赚到咧，伊就去买迄，哇，咱迄水咧加呀，迄石头什么石啊，几啊石哦，黄真水啊，内底空空的啊，哦，火就石咧吼，我水安尼加，哦，这发真好看，结果咧，我去因兜去啊看厝，我哎。你母啊，膀胱也无来无，因母讲，我拢包药煮啊，吼包
这中间来咧，拢包油珠啊。啊，那想要放油，袂赴啊。唔知是安那去出看医生都无效，我就是迄粒啦。啊，恁公妈坐咧面头前这粒，多啊一面粒，恁阿囝为了要求财，财迷心窍，吼遐假遐假，多公妈面头前，遐咧拉，捧公无力，就是安尼啦。啊，伊咧老母咧，师傅啊，我做唔敢去看一粒，我若看一粒，就要走面数。这就风水啦！哦，这个这是啥呢？咱目睭所看到，穿入脑海来，有神，就是咱的有神，就有人，有人就有祖先，有祖先就有灵，有灵就含咱的灵，人神祖三合一。所以各位，咱这个神位，你面头前，你若讲哦，这叫做电视机。啊、哦！电视机拉拉叫嘞，大家新妇那边怎个帮我梳理？哦，这嘞，咱就是师兄，也阿叔、阿兄，啊阿兄嘞，啊、哦，都经营礼仪社，礼仪社嘞，世人看惯习嘛，那有啥？但是嘞，也老婆嘞，甲伊新妇干那的冤家，啊冤家未煞。阿多咱师兄遐看啊，阿兄，你公妈面头前，吼、哦、祖先面头前，你莫创电视哩啦啦啦，迄啦咧婆媳袂和啊，阿个来样啊，袂信啥，啊，你死人化解有啥？啊，咱咧师兄，死人化解无唔对，但是活人要得了，活人你个做就我心就好，哎呦好啊！哦，大家新妇咧都未好势，做大官咧，大家这边是某，这边是新妇，你要为啥人？家属你，你要为啥人？你要为啥人啊？准备说，你要为某还是为新妇？两个装为我未使哩，啊一边我都未为哩，怎么办？找问题，想简单俩。哦，到遐嘞，咱这师兄诶阿兄嘞，我好啦好啦好啦，我都刷边啦。啊，唔情愿，那师兄我等伊啊，我一礼拜来，有个底啊，你也无刷，我一礼拜无用噶，你那说。哦，甲新妇这两个话都摆不平，这礼拜来干阿爹无用他个新妇的问题，哦，你要倒去耍就好啊嘛，我都无用去耍啦，有用去插老婆啊，甲新妇的烦恼，你无用去耍，所以这个人怕歹呢，有问题嘞，搞不咱师兄这还耍耍掉的。过一礼拜过来甲看，啊哎呀，阿叔嘞，伫内底甲新妇叮叮当当，唔知当啥啦。啊，这煮饭啦，啊，那大家新妇咧检讨这菜要哪做啦。啊，这礼拜喏，干阿在检讨菜，唔知要哪做啦。那像过去的冤家相片煞袂记哩，没有那回事。啊，结果呢，大家新妇好干哪啥呢？你讲是原因啥啦？还是在电视机呢？所以这摆社会够乱的，乱到吃不到去呢。吼、哦，啊，这样法无用着，那无了解就这样法。啊，曾经咱南部有一间上有名的饼店，啊，人两个少年呢要结婚，啊，为着讲查甫囡仔，甲先啊好查甫囡仔呢吼。讲你一定爱这这个白的饼，我才要给哦，那无白给。啊，小兄啊，嘿，这个白饼我要收贵嘞，但是真高尚，足有名。啊，结果两个煞结婚结无成，为了饼，恋爱八年煞结无成哦。这饼的，迄诱惑力偌大哩哇！啊，有一天我就去这间饼公司，后尾起新厝，我去看。
啊，我要安怎去？去神像？啊，我去阿你楼顶看呢，看房间，房间叫我看呢，我去看伊个房间，啊，到房间呢，眠床位卡尾，啊，到一台电视机，我这边正困呢，用我人困呢，啊，恁人困呢，好困无？我人暗时足歹困的，翻来翻去，啊，你安怎困只？啊，用我原来就困一边，我人啊，要不要往困一边？我咧困这边，你子宫瘤哦，子宫腺瘤两条腺瘤哦，啊，你一定辐射线嘛。太太讲啊，老叔，你三个月来，我就免开刀，子宫两条拢腺瘤，腺两三粒，好、哦，提掉去啊。我讲，咱卡位电视机，哦，咱卡位电视机，你尤其查某人，咱查某人属阴。阴性呢，辐射线阿多对咱查某人诶子宫卵巢咧上厉害，所以会生瘤，一定的道理。这啥？这蛮风水呢。所以风水唔是讲看，哎呦，死人咧看啥物样诶，这啥物样才有法啦。我咧讲，一支线、一线、两线、三线，安上这样尔，一寸咧拢无线，啊无线，你伫向落后看。什么命？有命看到无命的啦，是安尼尔吗？所以各位，咱风水唔是风水，风就是思想，水就是行为，啊，包罗咱一切心法、一切佛法、一切道法，拢在风水内面。啊，曾经有某一位官员，早期啦，啊，伊就啊，月单位。早叫影印机，影印机真稀罕嘛，所以人拢会来要来影印物件。原来伫外口咧，遐个因个职员都爱真爱这个影印，消耗量真大。伊就好啊，甲刷入来，刷入来伊靠顶个办公室，都啊可能靠顶个和平边，和平边办公都爱和平边咧，日日六六。我有一天起来看，我哎。靠的嘛，你影印机来只，我嘿啊，啊还要补下吼，弄下来影印，外口印那弄销量真大。我但是你不用看只呢，你看只吼，你有灾难哦，好平当嘛，好当嘛，你日六六嘛，你有黑工灾难哦。伊讲阿伯啦，无要紧啦，无啦，无遐个影印机啊，啊无啥呢。经过无一个月，啊伊咧考虑咧，啊再是咧真无闲。伊考完咧，啊，考着，咱来大溪，吼、哦，来面顶遐来行行咧，吼、哦，来当做迄个来去，好无？啊，着再去啊，再去咧，大溪新下落大溪啊，路边咧，车段开始无塞车，边去看看咧，天一顺，等啊咧，安尼天啊咧，我啊，我好不错，则知影我哎、欸，对啊吼，系啊，那真正喺度咧乌鸦嘴。问我个名，我乌鸦嘴啦。我有神啊！我是真理，甲你讲，你讲是乌鸦嘴，无你个客咧讲，卖咧，吼，足恐怖。安尼栽落，安尼很怪人，好家都拢无死，我阿妈滚去关，伊安尼在会安转，而且，迄就是风水。所以咱风水这本册内面真济，拢是何各位一挂，好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再来，咱这里啊，易经大学，咱来学这道来强修，咱传真济法，包括嘛爱上经哦，会教各位如何来上经。哦，比如我咱要拜天公经，哦，拜天公，你要安那呢？咱就要上一本。好、哦，我讲的法就是《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公经》啦，修持一法了。啊，这本非常宝贵哦！啊，假使讲啊，咱身体都无拄好呢，啊，咱会使哩，好上一部经，然后再来祈祷。啊，假使咱要求囡仔智慧，好、啊，但是搭一天是求功名诶，啊，咱就照安尼认真，囡仔要读册，好、啊、要读书咧，你就认真念这四句，这囡仔智慧会开呢。
咱的做事业的顺序，吼、哦，开始倒一段。你认真念迄四句，啊，用着念，用着念的，认真念的吼，啊，你就开迄智慧，做生意的顺序呢，吼、哦，所以这部经修持的法要，是咱圆和法师有够慈悲，因为师父啊，这正好的妙法，啊，我来甲简单给大家看下好无？我敢袂，吼、哦，大家认真些读到啊，不过，若无修行的人，唔知这用与唔知那用，我好啦，无安尼。你家己吼、哦，你家整理出来，来免费送大家。所以各位，恁这本请请当的，恁莫现在等的，这本请当的等于天公在恁兜的。天公若经过会入恁兜坐咧，恁莫现在甲落去粪扫人阿叔啊。哦，你得爱加强大大顶，安尼嘛好，安尼嘛好。哦，恁若用着摕出来上这个天公经。那去年，咱的禽流感，大家烦恼个呢？我发动咱的动手地主，十天内上36,000铺的天德经、天公经。禽流感大家烦恼个呢？咱的法门凡是哪一摆上咱的课读咱易经大学的学员，其中一个条件，我跟你先跟你讲个，恁来爱我的心。就是讲，我来上这个课，学到以外，要来求为大众来积福，为人类来积福。爱有咧心，你才会读；若无来，无咧心来读，无路用。自私自利的空道底下，我传这教这弟子无效。所以目前咱已经大学，啊，已经万通的同修社会弟子，啊，咱若话讲要上经，大家拼的咯。咱像丢当处长。好经，然后我拼死在上经，啊，咱嘛是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来积安消灾。所以天德经呢，吼，恁等下看看看，吼，拢足白话，后壁读下天德经呢，吼，33天王，啊，因为玉皇大帝一直是南天，南天有33天，33天呢，每一个天拢有天王，每一个天王拢伊个修持个法要，伊个功德力。哦，所以咱啊、哦、来上这课，要足济啦，要足济，要足济。我今日留一寡给恁尔，恁来读，我再卡济给恁，恁来不来读，安尼尔。哦，无安那，无你要得来遐讲嘛，无遐快。所以咱学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所以各位，咱啊十方善知识，唔是干咱讲三尔，咱转向到处。啊，凡是咱若有缘呢，接到这话的人，恁一定好莫浪费人生。人生长路路，但是嘛真短。人生长路路，咱时时拢一定有各种无同款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你如何要来解忧愁呢？咱只有自己来个学道。啊，各位你免惊我，哇，我在这一经遐深，我看无读无，后要安怎？嘿，咱有一位地主，啊，伊就精神真无好，身体真无好，喙脑水安尼流。我你要读？袂啊，我要来读。我听师父讲话，听老师讲话，我甲去因的心头壳内，去心内，我足济过去的想法唔对的，我拢家己会改变。吼、哦，我家己去做快乐的了，我安尼就好啊。咱学到。是来共修啊，来共修。所以各位，你要了解一切法，恁就来读书，安尼尔。妙法难闻，百千万劫难遭遇。目前咱这个妙法在美国啊，洛杉矶啊，休斯顿，还有纽约，咱拢一直在开这课。啊，嘛有外国人来学。啊，咱的纽西兰。澳洲、雪梨、墨尔本，哈、啊，咱嘛拢有开作些班在传授这妙法，啊，再来咧，加拿大、多伦多，啊，大陆、丁丁、台商，啊，遐当市长、越南，咱拢是伫传这妙法。只要伫世界上有缘咧，
咱拢会传开。在三十，这个三十诶，咱就越南都开课，哈、啊、要开班，哈、啊、恁有亲戚朋友伫啊，咱诶平阳，咱诶台商会馆，咱伫啊伫开课，咱目的将妙法传予大家，啊，咱诶法门在企业方面非常非常诶重要。咱诶企业方面呢，啊，公司工厂呢。若是减少一间公司失败，社会一定加足些福利，社会一定加真些安定。啊，所以妙法难闻呐！啊，那既然来到公山贵宝地，啊，大家这么的热烈，咱所有各的为协办单位咧，啊，恁的扶持，啊，咱也只啊祈求两天护法啦，啊，会当保护各位，会当平安顺遂。啊，都这样咧，啊，咱啊，咱准秘书诶，啊，叫大家啊，那拜六拢去高雄议会，哈、啊，去啊有水舞，这嘛是社会活动，啊，这嘛是安定民心诶妙法。哦，咱呐希望咱所有诶公家机关多办一挂社会公益。啊，尤其呢，像这种中华文化道统这好的妙法呢，咱机关、咱官员应该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智慧，啥对咱社会有益的妙法，咱爱个接引来，予大家了解，这你就是足大足大的功德。哦，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要学的是啥？要修这個。要修啊，这就对啦。啊，烦恼呢，嘛要修啊这。那么你烦恼要修这，你得爱学足济足济的妙法，咱才好应付。所以咱各位在时呐，较早呢，较早起来，我来咱那个班啊，咱同学呢，用五点半，迄早起一阵啊是五点半，即拢是六点嘛。暗时等下等下，你拍开四个台，我家的风水。已经播七百多天了，哦，原来是要三千天了。这妙法传入台湾，目的是啥？是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有会员，大家每人一百块来扶持。咱一百块爱提到电视公司诶，好、哦，我电视公司无哪收诶。我这是啥？咱大家社会的安定，大家共同的国家的安定，嘛是咱岛的安定。国家的进步嘛是咱岛的进步，社会的和谐嘛是咱岛的和谐，嘛是咱每个人心灵的和谐啊！所以各位，咱只除了啊要求咱各国政府单位大家共同来扶持这个妙法以外咧，咱也欢迎哈、啊、各位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大家学易经哈、啊，家来和谐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道的路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啊，咱婚姻观，何为定公所？啊，但必须。电宏先生，要咱议员谢秀莲啊，秘书，要咱在座严校长、林校长，啊，咱在座各位各单位的啊来宾，甲咱到扶持的各单位十方善知识，还有咱全省全国的。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啊，咱在啊，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十月十二，啊，咱在河北镇公所这么庄严的大礼堂举办着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会，啊，明仔咧，啊，本人就要到日本纽约，啊，去甲咱的纽约
咱的华人华侨的地主在那开课，啊，用开三班，咱华人要外国人，哈，共同来学习咱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开班呢，啊，在那间举行开学典礼，啊，所以人生虽然是真长，但是若要找时间来用是确实无够。啊，今日有这好姻缘，啊，来到虎尾所在，也是我43年前伫虎尾结缘，啊，咱空军基地，啊，因为虎尾对我来讲印象是非常的深。那么今日啊，看到咱啊定公所，咱教务科长张义燕先生提一张。好我看师傅啊，你空军啊，只要训练过啊，即马遮咧好消息，我唔知有啥好消息。结果我看就是讲，后尾善用虎尾空军基地，啊，要变身休闲的园区，赞！这确实虎尾，咱也要好好规划。咱虎尾一定会成为台湾净土的开发点。在3年前，因为我这一年到咱的岛南阿丹呐、啊，好去要看一块块藤香的土地。啊，咱的张馆长呢，伊讲师傅，啊，你若要来遮呢，要运用这块土地要开发啥？我们开发一个花园。啊，可惜哦，藤香呢，迄是甲级的，哎，你叫做圣山区，所以在努力两任的状态之下呢，结果我到国家政策，那么我就甲放弃啊。啊，因为我嘛希望伫婚姻观的所在，高速公路南北足通的，来建设一个真有代表性的，代表台湾文化。台湾这片净土，花园嘛好，休闲嘛好，啊，代表着咱台湾人文化的气质的所在咧。所以拄只我咱看了咱语言，吼、啊、地主啦，提一张花，我一直讲这电啊，无来生在南投哈、啊，若来生在南投吼，我伫南投来开发这个。合作的真水，像加拿大不查多花园，迄世界的人，世界拢爱去的所在。因为现在入一世纪，咱人的生活文化水准已经拢脱不真悬啦，脱不真悬呢，必须要和咱每个人的心灵够开发，够进一步去哩。休闲、农业、休闲园区。啊，花园有水准的花园规划设计，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原来在阿丹里这里咧，啊，我拢计划好啊，计划要安怎来开发为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这个区域咧。啊，因为国家政策土地利用未方便咧，那么我就寄托在这地，我唔是要来开发啦。我寄托讲，有一天咱公所把这地给开发了作战呢。这吼是咱台湾人，咱何谓想公营的呢？好、哦、啦，希望讲咱有一天这个计划会当成功，有一天有机会，咱会当来到何谓这个所在呢？来这正水的休闲所在呢？咱来遮欣赏嘛好，啊，甲心灵的烦恼甲拍开嘛好，等等，这拢是非常需要。啊嘛，现在咱陈秘书代表店长遮呢，我嘛足希望讲，另抓来陈秘书师傅啊，欢迎来阮虎尾欣赏真好的花，卖讲来阮遮来阮遮食别个话，哈哈，这呢就是咱虎尾好的所在。关于咱人间的净土，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咱的上帝所开始的天国，或者咱佛教所讲的净土，或者咱道家所开始的太虚。哦，这拢是咱每个人所想要需要的人间的净土。在何位这个所在呢？嘛是属于风调雨顺的所在。这个所在风无大，咱要直接做真好的休闲花园，啊，咱会当做真好的培养各种的花，会当代表着台湾咱净土的精神。但是这嘛需要风水地理来规划。啊，我前一站才过去加拿大温哥华布查德花园呢，去参观的时候。当你一趟天的拢是人山人海，当到迄个花园去的时啊，我看到每个人拢是欢喜心，面型拢像菩萨。所以，咱伫好位的所在，也是咱公所含县政府有这个因缘，加开发一个。真有世界水准的休闲啊，啊，休闲区的是，我相信有咧解答。尤其在座者咧，我的徒弟啊，啊，谢翠莲、谢玉莲咧，好、啊，即件今华看到啊，你爱努力到争取到拍拼，好、啊，甲好要建设好真正有水准的一个一片的净土，代表咱台湾。这个净土所有的人心做得到吗？你若甲争取的好势，后日就用阁做议员；你若争取无好势，这个就做就煞。哈哈，有理无？啊、哦，所以讲，世间的净土，咱随时拢爱来建设，无分时光，干那是下议员嘛好，还是当秘书。啊，或者咱在座各位啊，议员代表等等，咱全民拢爱有迄个心，建设一片净土，留予咱后代啊。拄只我听着咱语言，感觉舒服啊。吼、哦，遐个墙壁啊、树啊，向头错两百外丛去，遐大丛错错去，咱实讲讲起来足唔甘的。这呢，遮尼好的茶。代表台湾人生命的精神的茶，既然那个出去，咱占在厝，家己来使用，我感觉无啥合理。哦，我听讲摕去做煎做茶叶来坐，我足惊姐姐生裂啊！哦，姐姐个生痔疮，这就是咱占用全民的利，全民的福利。所以各位，哈、哦，十方圣地心。树啊，公共的树，咱爱保护，这嘛不是，这嘛是风水的妙法。在何位呢？啊，这个所在，啊，所出产的土豆，都正我去宜乡因兜，去迄个北极点啊，宜乡因兜咧，一盖都掼几啊包，足大包的土豆，佫足好食，佫足香，无大粒，但是咧。哦，非常香个脆，啊，这嘛是咱好味的特产。甲顶日咧，我去咱北港，咱的市啊，中铁的店长咧，嘛是咱的地主咧，啊，伊送互遐土豆食，嘛是同款遐尼好食。可见台湾这片的波多，啊，另有这个蒜头，啊，蒜头咧，这里、个、嘛是一个真好的米，真好的农产物。在好位所在，这样子好的蒜头呢？但是蒜头当时种一下，当时种未下呢？当时会赚钱，当时未赚钱啊，这真重要。你要了解，当时会使种，当时未使种呢？啊，这里今年会种了无？明年会种了无？当时会种了呢？咱爱了解的易经，咱若会晓易经，咱就要用易经性来推升。啊，这个农产品现在来种。今年会赚钱无？那我伫咱台南办的一个地主，
啊，伊原来专门在种蒜头，较早建种建了，好个，伊是种无种啊啦，收成歹，啊，歹个咧，一大片，足大粒诶，蔓都无够工钱。啊，自从伫咱台南班已经以后咧，啊，咱诶完成法师甲讲，你都挂生算化物啦咧。当时在那翁，即期种蒜头，在如何？在翁你就种，在那无翁你就卖种。第二年呢，伊就家己自己啊，算化物了，算化物了呢，在无在，休愁入梦，阿哥无看到苦，无完成，啊，无种无这个在苦，无苦。伊就唔敢种，吼、哦！因咧同业咪甲笑干咧哦，你这有够戆哦，你拢袂起啊咯！啊，伊个老师啊，师傅啊，人家笑戆戆了，我会同笑戆的人无要紧，戆我过。你虽然也无趁钱，你嘛趁了佚佗，趁了生烦恼。啊，伊就真正迄年无种啊，迄年结果蒜头闹屎。呀，哦，干我这挂，伊都凉凉凉凉细细的，然后舒服啊。老早足厉害，王禅老早真厉害，真牛。好、哦，用一根牙指点，好、哦，我今年无种，结果我无料到，啊，我一同行的呢，弄了我七千多票，足艰苦的咧。这就是一根。甲咱讲，这个物件产品什么时阵下人有用，时势的关系。也是哦，我即摆来种一个蒜头，遐拄啊拄啊，要修行的时，拄啊天下，敢若像较早煞事，什么病啊，种往来趁钱趁甲，共款意思。啊，所以咱知影呢，吼、哦，咱要如何去实在呢？咱只有家己学道，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学道学易经，甲研究风水的方法。咱不是提倡迷信，咱唔捌才会迷信，咱也捌，咱得罪未迷信。哦，咱都我都正确的信，哦，就地信、甲正信。所以咱法门的真济弟子啊，啊来学到以后呢，属龙共生，饲鱼嘛好，饲虾嘛好。那咱平湖一位弟子，伊都爱饲虾啊。啊！伫平湖建池都饲袂起來，啊！伊就登去屏东啊，去屏东呢，挂家咧算，哇，钱翁啊，财翁啊，吼！伊就拼死落饲，但是伊伫池中间呢，好、啊、发生一件真笑亏的代志，啊！都因隔壁原来一窟虾池，后尾害我某个人啊，我一窟想好你啦，小小好你啦，我要来。哦，要来大陆，要来遐谈台湾学钱学谈。哦，我来大陆较紧，然后我叫小小个来，啊，伊就甲切起来咯。啊，一般人来切时啊，哦，切一百万，叫啊，现在啦，随在你包啦。那恁地主讲，我无钱诶，我有两万尔，蛮好啦，起码只啦两万包花啦，现包，地主去。迄年呢，赚不到五百万。啊，去大陆迄个咧，想讲嫌台湾这片的台湾已经无希望啊，嫌讲台湾呢已经这经济已经落来啊，啊袂使哩啊，竟然来浪江来酸。大陆机会提红片，啊遮呢两河人。咱的地主呢，欢喜个舒服啊！安尼谢谢我吼，咱高雄道场好，再尾系咧，我到报西瓜，我随在你的缘分无要紧。所以咱这就是知天机啊，知己甲知彼啊，彼是啥物件？彼就是我做一件事业会使哩无？做一个趁钱无？这会平安无？这拢是在易经范围内面，
所以咱的易经，古圣先贤留到现在来，实在足济用法，八万四千种的法门以外，照根据咱的宗门，我甲算起来，有27亿4700局，27亿4700局，拢伫咱的这手内底哦。各位，咱这手爱顾好哦，咱去跋筊跋书手无剁掉哦。你若剁掉要来读我易经，就无法度读啊哦。啊，那么你整个人生拢伫掌中，叫做如来掌。每个人拢有一个如来掌，无论你是什么教，拢有一个如来掌。27亿4700局伫咱手中，哦，咱这是有够奥妙诶。所以各位，这物件各位原来拢有存在，只是你未记哩尔。所以今日咱要来好买，啊，都要做一件工课。高兴大家累世宿世所留下来大智慧易经的心法甲风水的妙法的应用啊，咱何伟家咧拄只我伫啊秘书室遐啊，咱外面看到一张即个咱即地图啊，咱何伟地图咧啊，咱语言啊啦，还讲书啊，即个吼回来厝。我现爱回来厝遐，我回来厝，迄、那个较早下咧火葬场，甲咧使用公墓，迄我规划设计，较早考考场是遮个事，我规划设计，我这地理选好着，用好着，含人要转去，咱遮一年换四五千万的福利，是毋是？啊，必须，咱这嘛是人走嘛，嘛爱转去对无？啊，你说遮着足济人会想讲要来遮，要来好买。回来家啊，来家回葬场，这嘛就风水呢。啊，来家跟人结这个缘，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三寸起地呢，走过千万里路，三寸起那无地呢，何何哀哉？那么各位，你要安那量起有三寸，那要安那量啊？必须你唔知，你看要安那量。真简单，用安尼，恁看嘛啦，一张纸，你安尼穿开，正常穿开，看这张纸会叮当，差不多三寸了、哦，三寸起那无得咧，哦吼哀哉，所以人要落计较，但咱真侪人伫世间真好计较，计较别人，计较别人，将来唔要去计较家己。所以咱世间足济真正可爱趣味的人生啊！在咱好尾这个所在呢，啊，虽然是平地，但是好尾有一尾龙啊，对中央山脉上面，爬对玉山呢，对阿里山，爬对嘉义，有一条咩，直直走对好尾的所在来，啊，然后呢，我走对万丈鬼。啊！我走到北港去，啊！结果伫北港妈祖庙结着好地利，所以咱分灵关呢，咱北港这个妈祖庙呢，会兴家呢，原因在哪里？嘛是爱有地灵人杰，这是咱哈咧世间人容易疏忽的。关于咱好位这个所在呢，虽然是边洋，内底呢。啊，咱叫好尾溪，这条是活龙，好尾溪是活龙，水龙，边洋的无山龙，边洋都有水龙，若是有水龙的所在，拢会发展。所以咱以后若要起工厂，咱若要起工厂，尽量选择离水愈近愈好。若是咱政府公家要规划设计，啊，这个社区或者这个。啊，工业区咧，咱上好内底甲设计加一挂，系咧好多大条水沟，啊，尤其咧像咱这里、個、哦休闲区，内底呐也要甲规划，尽量水神呐、啊，吼、哦、弯弯翘翘啦，吼、哦、迄水神，北国水神呐、啊，北国水神伫咱的河尾咧，空军基地的所在，阿摆会当做休闲区的时。这嘛是会带动咱河尾、云林县河尾发展的一个点。
所以各位，咱处处拢离不开风甲水。有人讲老师啊，你若敢讲风水，我风水就上好尔。往后种上凡夫走着，拢爱风甲水。咱若三寸起地呢，咱就走去也万里咯。三寸起无地呢，空气无好，一时咱呼吸无好，头脑就未清，头脑未清，啊就无灵，无灵呢，这个公共信心就来啊。这拢是风水，所以风水在外为风水，体内嘛有风水。最近咱真侪囡仔，啊，神经病的有够多。啊，我做了到这，原因在哪里？那你皮也无好，皮也无好，头都未清，都未灵，未清的患得患失。啊，到尾啊，咱得便宜，得食只药啊，哦，食躁郁症诶，愈食头壳愈戆神，只要卖做歹代志的话，戆戆神神拢无输。结果这是浪费人力甲人才啊！哦，所以咱这拢是体内风水，体外风水。等下后节咧。一个各位讲解风水，跟咱人体、跟咱家庭、跟工厂、跟国家等等，拢有息息相关啦。所以我今日来到何谓咱这贵宝地咧，下来以一个方式来弘扬一经风水面面观的妙法，希望各位拢会当啊欢喜信受一张弘行，我相信一定会圆满。阿弥陀佛。